我刚玩了一下那个羊了个羊，现在挺火的，让我找到了当年的一种感觉，不是我在玩游戏，而是游戏在玩我，我被游戏玩，被游戏套路了那种感觉。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，我的分析。其实这种游戏很多的，基本上都是免费游戏，手游居多，这也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玩手游的原因之一。像这种游戏还有皇室战争、糖豆人，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，也可能会得罪人，个人观点仅供参考。其实这些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入门简单，上手快，但是上升难。比如这个羊了个羊，第一关很容易就过了，第一关就是新手村，第二关其实才是真正的关卡。这个第二关呢，我认真的玩了两次都没过，现在各位看到的屏幕就是我第二次玩这款游戏。我承认我的水平很菜啊，我估计也代表普通游戏玩家的水平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游戏玩了几关就觉得很聪明，玩不下去的就是笨。那么我提出一个问题，你们第一次玩这个第二关的时候上来就通关的，请留言在评论区，这是高手。像这种游戏，它的游戏算法也就是 AI 会让玩家产生幻觉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牌是随机出来的，上来就全生成好了，其实不是，是动态出来的，它是根据你的需要或者 AI 想给你什么牌就给你什么牌。还是比如这个羊了个羊第二关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，刚开始这个阶段很容易找到三个相同的牌，这个阶段会让人产生愉悦感，分泌多巴胺，但是中期就有点难度了，要不就差一个，要不就差两个，很难凑到三个相同的牌。等到末期眼看着快翻完了，这时候找到相同的牌那就更难了。其实这些牌都是 AI 控制的，因为同一屏幕我们看不到所有的牌，有很多情况都是我们翻了一张之后才能看见下一张牌是什么，那么这张牌系统 AI 它就会根据你的需要，是让你快乐还是不让你快乐，它会判断当你烦这个游戏或者思考时间太长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给你一张你需要的牌，让你留下来，让你别走。但是当你玩得很爽很顺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给你一张你不需要的牌或者凑不上数的牌，让你变得痛苦。所以作为我们玩家而言，千万别认为越玩越熟练，越玩能力越强，其实是 AI 它想让你感觉到强，给你好牌你就会感觉到强，它给你不需要的牌会让你感觉到自己很笨。我们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游戏想让你痛苦你就痛苦，想让你快乐你就快乐，游戏的 AI 在玩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在玩游戏。游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它就是让玩家遇到门槛，限制玩家。那为什么要限制呢？目的也是为了赚钱，它的目的是引导玩家去充钱或者花一点点钱，像这种免费游戏那就让玩家去看广告，看个二十几秒的广告，这个对于游戏创作者而言它是有收入的，这是目的，又打发了玩家的时间，又让游戏的创作者得到了收入，这是游戏的本质。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我奉劝各位新老年长年幼的玩家，千万不要跟这个游戏较劲，那里面全是套子，全是套路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款游戏上，如果当你感觉到不爽了，果断放弃，不要在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了，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，哪怕是出去晒晒太阳，走走路，做一下户外活动，都比看手机强。因为长时间看手机屏幕，因为手机屏幕很小，那里面的小牌子甚至被遮挡的牌子就更小了，长时间看这种东西会让眼部大量的充血，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大脑供血不足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其实手机游戏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我一开始用 iPhone 3GS 和 iPad 一代玩手游的时候，我也是乐在其中，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比如愤怒的小鸟，还有植物大战僵尸的一代，还有保卫萝卜，这些都是玩的不亦乐乎，花更长时间的也有，比如那个卡通农场，这是我闺女刚出生不久的时候我就玩过这个游戏，也是看的一个广告下载的，玩了很长时间，孩子也很喜欢。后面还有部落战争，我也非常喜欢玩那个游戏，我当时那个大本升级到了10级，后来有11级了，我就不玩了。我还打过团战，现在我那 iPad 一代还留着，还能玩，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和各位分享一下。那个时候玩手游绝对是全民快乐，现在的免费游戏可能是
花钱才快乐，如果不花钱只能快乐一小段一点点，真是资本好手段啊。